我们昨天在菏泽的成武县呢，我都感冒了，嗓子疼，咽唾沫就疼，太冷了。兄弟们，我发现这厕所都比我们车里暖和，因为这厕所里边有取暖器。让你们看一下，出去。刚才那个大爷，老大爷，让我们不要在后面太冷了，有北风了。让我们来这个，看，这多漂亮啊！还有灯，这是一个停车场。我发现厕所里有电，给我这电池充的电，补的电。哎呦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明天就省事了。哎，可以，哎呦嘿，哎。补点电。看老婆上厕所回来，穿军大衣，还冷？暖和。不冷哈？包到脚脖子。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我先上去啊，看看俺们睡觉这个窝。今天我们要出发到菏泽牡丹去，我都感冒了，嗓子疼。好好的就嗓子疼，咽唾沫就疼，太冷了。让你看看这车上的霜，哎呀，现在起床，昨天晚上尤其冷啊。准备下床了，今天起不来了，说车里冷。说实话，昨天晚上车里是真冷，发现前门上全部是霜。哎呦，真是哎，可不容易啊！非叫给裤脱水，裤脱水，冷了这冷感冒了。裤脱水哪舒服啊？你看我天，什么舒服啊？我都脸上歪，哎呦，我睡觉。你觉得你抵抗力不行是吧？找啥？帽子。有毛，有毛，这个帽子了。凉。烧水啊！烧完，又得倒水上冻了。哎呀，你看你们瞅瞅这院子冻啥了？倒水就不错喽。我还以为没上冻了嘞，这倒冻快出来。好，老天爷啊，太冷了，但是这阳光很美好，看。阳光还没好，我不能迎着光，迎着光我这相机不行。刚才有个大车，人家都走了，这厕所暖气都关了，看看有没有电。哦呀，很暖和，很暖和。有电，有电，然后我得去拿个线子来。你跟那电，哎，对对对，给这拔掉，全部都拔掉。然后呢，前面有那个线子，给抱来过。注意点哈。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几趟？昨天放的热水，今天月啊，来早晨用啥呀？我们那边上太热了吧？对，北京的男孩。刚才有公交司机进来，看到了。不知道，过来，你不要老举着，人家知道。好，应该是这东西。不乖，那快。老赵，我也得擦点香啊。拿来过。我说实话，我都10年没擦这个，大宝啊什么的护肤品了，什么都不擦冬天。但是今年不行，太干了，现在手已经刺挠了。看看老婆弄什么吃的。做什么饭呢，老婆？啊？做什么饭呢？
弄什么饭呢？煮面吃。煮面还有鸡蛋呢。煮面打两鸡蛋给你呗。好。咸淡点吧，早上。啊。哇，鸡蛋也上冻了。俺老婆不吃酸菜，等会单独放我碗里。